魔术师。两个人干嘛呀？啊，不烦。好啊，又要等我一个人一个个去挂，麻烦。起点一日游，是个佣兵，佣兵也要追啊。佣兵和结石，娃娃肯定放出来了。
又要开车了。强十点的，佣兵点的，膈应了。一般第二刀都容易膈应，第一刀空了之后。操作啊，他在椅子上，木马上面我打不到呢。开去街市，撞脸。
好像是小木屋点的电机啊，应该就双十一了，把它挂了，把它闭起来。这个时候给恶意，所以，哎呦，我以为他把我没动，只送我一个隐身器了。 应该赶不到，哎，他把娃娃的赶得到了，让他娃娃跳下去。 他刚才不放娃娃，明明可以翻过去了，最终还是弹了，弹不弹？ 这么里面有雾区，挂得到的。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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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
转点失误了，那这个人门没开。 这那波传送失误了，不然这结石直接秒掉就好了。这个机械师在这儿。 开的太快了，急了一下，不然刚才是能拿两刀了。 装点了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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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开局结束。前锋年轻啊，牛仔也挺年轻的，你当屠夫不会走位啊？谁摸的？这个前锋真秀啊！
吃点干嘛呀？还看了我一眼，好木马。我反正就不会，跑一会儿拖拖传送。你只要敢走出这个木马区，八十的死直接把他秒了。好的，走出去了，不敢玩了。他只要敢出去，佣兵到了。两个人都在河对面，这里藏个尸，有一手来了。哦，这律师强到我头皮发麻，哎呀！被他看见了。这鬼火也太慢了吧，浪费时间了。鬼火不行啊，速度太慢了。Ooh.
被绿石头爽，一直在那边修。没了。手就给我湿了。守住就赢，没守住就输。我打到尸体了。还不如杰克呢，这个翻车了，翻车了，他不能当用主用屠夫。魔术师，你直接往我脸上跑，不知道干嘛。跑完之后看见就转头就走。交分身，舍不得。过年了，过年棒。看能不能守住吧。哎，怎么被偷了？哇，好卡！
这个咒术是很喜欢救人啊，怎么这么卡呀？ 哇，我发现你们都不修炼机，沉迷救人。挂了。 都是一挂死。 没了，浪平喽，疯狂换挂，
这娃赵尔明是个假的，我一直以为这有个人，搞了半天是个娃娃一直在卡我。
两局。没看见，我没看见，没看见。这娃娃真的真有意思。他会不会用完了吗？你是怎么用完的？等个无人，他估计要叠三层过来救个人。激动。完了，这个传送传的有点羞呀。
这磁力有点秀啊，你真操作猛了。我看见舞女的快盒子了，让他修吧，因为这边有人修完了。哎，这有没有起来了？